你要吗？不要。你想买房吗？当然要买房了。你现在排这个位置，肯定买不到。你怎么知道啊？我有内部消息。哦。看见没有？那绿色的椅子，那白色的板凳。 还有那块砖，都是我的。你的这你的呗，你什么意思啊？2000块钱，我把那绿色的椅子卖给你。2000？我没那么多钱。那椅子现在排名前10呢，你要嫌贵，你选的白色的凳子。那凳子现在排名可能20多号，1000块钱，行不行？1000我也没有。我还有块砖，只要你100块钱。 麻烦你坐别人生意行吗？我真不需要，谢谢啊。明天早晨你会后悔的。我们大家伙可得看紧点啊！好，千万别让人加塞。哎呀，我都熬了一个通宵了，如果有人敢插队，我要跟他拼命！来来来来！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 我本来就是排着的，哎，行了，我站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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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等等，别急了，来来来，大家请安，请安，请安，快坐下，快坐下。来来来，大家请安，请安，请安，快坐下。我呢是天元地产的总经理蒋佳楠，我向大家保证，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买到我们的铺面。一会儿呢，我会给大家来发号。10点钟呢，我们会准时开号，选到号的朋友呢，去里面，然后去选房间。没有摇到号的朋友呢，去售楼小姐那里去登记。3个月之后，我们第二期开盘。我向大家保证，每一个人都能买到铺面，好不好？好！来，大家排好队，谢谢。来，总经理，来，嗯，10分钟时间，让售楼小姐准备好号牌，务必发到每位客户手上。没问题。看一下伤口吧，你往自己。方姐，蒋总，让业务公司准备几箱水，给大家发点水，别让大家渴着。好的，好吧。刘队长，等等，用集团再调10个保安过来。刚才那种事情不能再发生了啊！是。来来，大家排好队，谢谢。谢谢，不客气。严重吗？要不去趟医院吧。不用，小伤，没事。啊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回来都3个月了。你还好吗？挺好的。他也挺好的。挺好的。进。家总，有几块门店需要你自己。进。田总，设计公司的人已经到了，稍等一下。你先忙吧，要不然我先走了。那我不送你了啊。不用。来。要不这样吧，等我这两天忙完的，我再约你，咱俩叙叙旧。行，再见。小姐你好，刚才我们要到号，现在可以登记吗？可以啊，来，在这写下你的意向，还有你的联系方式和联系地址。谢谢，不客气。